从2003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过了20个寒暑。今年是香华天连续第12年赞助台北新艺术博览会，配合大会的策展主题“平行世界”，我们在现在这个位置筹划了结合五感。什么五感呢？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还有触觉体验的一个新形态创意茶席品四季。排练过程，因为我们排练是在一个琴房里面排练，它的音响其实还不错，但我当我到这个场地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它挑高会有比较多的 echo， 但后来发现没有，所以基于这样子的音场变化，我们两个就需要调整，做一些调整，因为毕竟我们两个都是高音乐器，花了蛮多时间，很努力的在演出前，我把一些乐谱，就是尽量把它改成，就是说我属于比较一个伴奏的地位，就是让这个线条和音乐的旋律不要太过于单调跟太高亢，所以今天的演出，应该说这两天的演出，我们就会听到。这个两个声线上面其实是有些区别的，也会让这个音响听起来比较宽广一点，不会说太单调或是太高啊。进入夏季，夏之辉搭配的茶品是蝉鸟红乌龙。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说 Joy 就是我们的长笛演奏家可以加入了，那我很开心。不过因为时间有限，那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实就把这个四季的主题以及对应的歌曲都定下来。这个也要归功于，就是刚好 Joy 他有很多的这种比较临场的一些沙龙音乐会的经验，所以我们在挑曲目方面他贡献很多，然后我后来帮忙补强一些。我们设计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像乌龙这个茶，它就比较清新一点。那我们就会搭配一些像久石让的夏天 summer 这一类的曲子。深刻的话，其实每一首都还蛮好的。应该要讲最开心或最痛苦的嘛，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比较多接触的还是古典音乐，相对的比较容易演奏的就是所谓的一些譬如说电影配乐部分啊。那但是这个当中有牵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乐种，叫做阿根廷的探戈音乐。这个音乐它的节奏很特别。也就是说，我们在算拍子的思维方式上面是跟古典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你要重新把原本的想法都先丢掉，重新练习怎么样去感觉那个韵律跟感觉那个节奏，这样子出来的效果才会比较符合探戈音乐的节奏与精神。
很愉快啊，因为所有想法都可以一下就解决掉。在二重奏，两个高音乐器需要去做一些磨合，谁要处理低音的部分，谁要处理到很多东西，一说就可以立刻转变，所以就。Joy 他的长笛音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跟他过去的在法国留学的背景有关系。那我自己是梅派的，所以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种法式的长笛的音色，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的音色很特别，就是很美声，然后声音的润度跟我在美国听到的这个长笛的。应该说它的音色的呈现是完全的不同，所以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也觉得很高兴可以听到的音乐。时候，很甜美，那种甜美是平静的甜美，并不是很开心的那种甜美。所以各位听我唱这个，哇，这跟你现在喝的伏尔茶其实有一种很相配的感觉。